大家好，我是 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读，我们来看几个这个fast hole 卡住。来，这边先说了 ，I 就先读一下给你听了。Had a terrible experience with a former employer that promised me a promotion and then reneged on it. Left the company on principle, but not before copying their client management database and sending the details to one of their competitors out of spite. 好，好多的片语可以学。那他的写作方式其实非常利落，就是 I had a terrible experience， 所以很多时候这种 I 会被写作的人省掉，尤其是你字数有限制的时候。所以 I had a terrible experience， 那有过一个很糟糕的经验，一个前雇主 a former employer， 那前什么什么用 former 是很 OK 的啦，那但是前女友前男友都用的不会用 former， 会用的是 ex boyfriend ex girlfriend 之类的，这样。好，那前雇主 former employer，那承诺过给他一个升官升职 ，promised me a promotion， and then reneged on it。所以这个 renege 就是你可以猜得出来，总之就收回去了。这个 neg 本身有 negative， 就是负面的意思嘛 ，positive negative。所以 renege 这个字总之就反悔这样子。那我们多讲另外一个字哦，就是你知道台海最近不是很和平嘛，已经也一段时间了，因为中国始终视台湾为一个叛逃省份。就在国外对于台湾的报道常常会用到这个词，就 China sees Taiwan as a renegade province， 他们是用这样的一个来描述的，所以 renegade 这个字就是叛徒这样子， renegade。 如果你有玩过一个那种桌游叫 Bang 的话，就 BANG 加个那个惊叹号，我如果没记错它的商标是长这个样子， Bang，就是你可以获得枪啊，你还有个角色牌啦，然后什么什么怎样，然后除了角色牌，有一个身份牌。那身份牌你可能是警长，你可能是除了警长还有什么？警长一边同一边的就好人，就例如说是警官还是三小，我忘记了。那总之要坏人这样子。那中间有一个就是，我都没记错，好像叫 Renegade， 就是亦正亦邪的一个角色这样。很多桌游的设计好像都是这样，就有好人坏人跟会有一个或两个。就是骑墙派这样，所以你要是只要你有活下来，你就赢了。好，这扯远了。来 ，anyway， 所以 renegade， 好，所以这个就后悔了，后悔啊，没有他，虽然没升职，原 po 没有升职，所以他离开这家公司了。那一样，他把 I 省掉 ，I left the company on principle。什么叫 on principle？ 就是他有他的原则，你答应了我升官，结果没给我。老子就不干了。好，我的原则就是你捅我一刀，你骗了我，你怎样，我就不想跟你做朋友了或之类的。所以我们有时候讲说啊，我是个有原则的人， I'm a man of principle、啊、是可以这样讲， OK， 所以 I am a man of principle， 就是我是个很有原则的人。 So if I do things on principle， 好，就是我是用原则来做事。所以他的原则就是离开公司。So I left the company on principle， 对这个片语应该没问题。可是他也做了另外一件事，所以 but not before， 这里的 not before 不知道同学能不能够理解，就是所以我然后我就离开公司，可是我没有在完成这件事情前就离开，也就是说我完成了这件事后才离开，大家可以理解。好，所以啊，我答应跟你分手了，可是我必须先做一件什么事才跟你分手，例如说把你的汽车轮胎放弃之类的，例如说我要把你的化妆品全部倒到马桶里，我才愿意离开跟你分手这样子。说 I'm willing to break up with you， OK， I'll let you go， but not before I dump all your cosmetic stuff into the toilet 或之类的这样。所以我不会在这件事之前就做这件事，所以他的 but not before 应该可以理解。那这 before 是个介系词，所以后面要接的是名词 copying 加了 ing， 所以他就偷了他们什么？他偷了他所有的这个客户的这个资料库，然后把这个客户的资料库给了竞争对手。那这个人就夸张，很多人如果说做业务的，顺便偷了这个资料库，就自己去开公司了，但他不是，他是给竞争对手。所以 not before copying their client management database， 这大概都不用解释 ，database 就资料库。And sending， 所以这里有 before 后面加了 copying and sending， 这是两个连接词连起来的。
所以把这些 detail 送给了他们其中竞争者的其中就其中一个 one of their competitors， 而且他做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北宋才做这件事，对吧？所以这个北宋的部分，不爽的部分，就是为了报仇的部分，就直接接在这句的结尾，就叫做 out of spite。 So if you do something out of spite， 就是你是为了报仇，为了不爽才去做这件事情。 OK， 所以要是你跟我分手，我很不爽，我就在背后讲你坏话，而我背后讲你坏话就是因为我有点想要复仇的感觉，有点想要就是故意的这样子。So if you break up, you broke up with me, so I'm going to badmouth you out of spite. 所以你只要在句尾加个 out of spite， 就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存在。所以这今天这边几个片语我觉得还不错，像例如说 on principle 这个片语蛮好的。If you do something out of spite， 好，这也是刚才看完的。这个 not before 什么什么这个用法，我觉得中文也比较少见一点点。So I'm not going to do something， at least not before 什么什么这样子。OK。或者 I will do something, but not before 什么什么这样。OK， 所以我一定要做完后面那件事情，我才会做前面这件事情。好，所以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一篇大概也够了。我是 Paul， 我们下次见。